今天来吃这个那个首尔站一天世界，还有这个食堂，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我喜欢吃的这个泡菜的，它是4900块钱，它有最便宜的是4500，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吃这个。然后这个因为我上一次吃那个 discount 的嘛，就后面有一些 discount 的，然后我今天想要吃一些不一样的，就是吃那个现做的比较好吃，好不好？一个100块相当于台币哦，这个 total 的话是4110几，大概是10块钱左右，十几块钱这样子一个，然后里面再加它那个辣椒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我觉得还蛮可以接受的。先喝一口汤，非常的爽口。这个口罩拿到旁边去，现在立马踹这个，这个这么多花样，现做的。就是外软内脆，然后里面不知道是萝卜丝还是什么，酸酸咸咸甜甜的，还不错吃，一定很好吃的，我在这边很少采的。有些人就说，韩国什么都不好吃，什么都不喜欢，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，是自己不会点还是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味噌汤，味噌汤。好，来看这个。上一次是这边有，应该也有吃过啊，但是我上次有去那个乐天世界吃，乐天世界也不错，可是它打折东西更是好，它就是1800块，本来是14000，1800，我考虑，因为那个炸鸡，那种铜罐炸鸡，我曾经吃过2遍。超香，超好吃。它这个是生菜，然后玉子烧萝卜，然后再加这个特制的那个酱菜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吃，然后再撒一点芝麻酱，超香的。我觉得来韩国就是至少你要尝试一下道地的啊，你到那个广场市场的话，它的那个泡菜5000块，然后好小条，我觉得有点小气。去那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绿豆煎饼，绿豆煎饼还不错。稍微移一下，隔壁有客人。清汤，超香的，金棒，金棒，它很像是跟蜗牛是金棒，还不错吃，不错，可以考虑。除了好吃多的东西我比较少记，好东西好吃，其实我很会，我比较喜欢煮东西给自己吃，可是煮东西那个过程总是要赶快吃完，不然浪费时间在那边煮东西，人家也要吃你也要吃，
我在等你煮东西，要等得天荒地老。好、哦，有筷子，筷子的夹法。香的，是有特色的。因为日式的在台湾不常吃啊，所以在这里就吃一点韩式的。在台湾韩式就只有烤肉而已，台湾的寿司很便宜、啊。120，5000块钱加上120，22.5，大概110块，一颗大概是11块钱。你看人家用的多用心啊！这个可以吃啊，它现做的，大概用了5到10分钟就把你烤好，多香啊！所以在有些不是每家的那个 Latte Mark 都可以有这种餐厅可以吃东西，有些比较大的才有，小间的就没有。小间你东西买完你只能 take out， 然后这间的话你可以，有些店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吃，对吧？超级好吃的，我先吃这个味道，然后下次如果说还有别种味道我可以吃，因为基本上它的配色就是这样。然后4200那个太普通了，然后5000块那个5200的那个，我觉得好像还好，改天吧，因为我最后一天还会回来这里，看要买什么泡菜还是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再过来试不一样的口感。餐桌不会太甜，然后其实他们的东西，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泡菜很贵，那不错不错，他们这个海苔很贵，所以可能是制作工程比较严谨，所以他海苔哦，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这种价，到外面买你可以买那个肉包，那个1000块2000块，可是那个3000块，你看泡面也要啊，没有那个五包的，大概一包也要大概1200到1500，所以我觉得质感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比较新鲜，比较健康，对，比较新鲜，比较健康，来认真看一下，嗯，可以，大家。没有碎，看人家包的多好。哎呀，我也在，哎呀，我家己做的，那就啪就散了。开心，好吃。你看那个什么鱼鹰藕啊，那个什么鱼鹰藕玉丝，哎。他也很喜欢吃这个，他爸爸做的 kimbap， 就是很有特色，你知道吗？超有特色。然后他还喜欢先把东西摆得很整齐，好，然后再吃。那我就不用了，我是能够吃进去肚子里面，健康就行了。所以今天的话应该是就是在这个区块，不会跑太远，等一下要去南大门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。你看是腌制过的萝卜丝，萝卜丝哦，还是哪一种泡菜，好像这个就是会脆，啊没有，是这个才是萝卜，这是某一种泡菜，不知道是哪一种泡菜。
做物示范。这个就是要一口吃啊，没有人分两口吃，但是台湾的或者是日式的，他就可以吃一半，分两三次吃。我刚刚看到后面有一些寿司本来想要串，不过他也不知道打折时间，晚一点我再过来。他那个肉丸子好吃，我们家有一天有拍那个肉丸子，那也是打折后然后带回去吃，加热一下大概一分钟二十秒嘛，就很好吃了。这个里面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萝卜，最后一颗通常都是舍不得吃，但是做人后要有始有终，不能浪费食物，这样子你家有用心在做吧。好，就这样。